我还没说话呢，你们嗷嗷叫啥呀？行了，乖啊，你知道听见他们欢呼声没有？下面一群狼叫啊！我是一只来自湖北的狼，一群狼叫。因为你太美了啊，文质彬彬的，很有修养，站那丝毫不动啊。这个过去话说，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啊。来，先介绍介绍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来自河北沧州。河北的呀，沧州，在哪儿工作啊？然后在武汉，快毕业了。才上大学呀？大四，快毕业了。哦，大四，快毕业了。对，马上毕业了，23岁。今年23岁呀？对。啊，什么学的？什么理科还是文科？还是文科？文科啊。在武汉上大学，今年23，不到24是吧？不到24，马上就毕业了，对，马上就走入走上社会了啊。那你想偶遇一个哪里的呢？有没有条件呢？咱们所有家人都刷条件。条件的话，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，99后吧。99后，那到底是你有框框吗？24岁，还是25岁以下的呀？就是25岁以下，比我大2岁以下。啊，就是23到26的啊，跟他25岁以下，25岁以下，那他23、2，那就是23到25呗。啊，就是99及之后。啊，99之后的啊，他现在马上毕业，个子什么有要求吗？没有要求，个子也没要求，可以矮。学历呢？学历本科。啊，学历本科可以矮啊，但是但如果是外地的能行吗？你也不是本，你也不是武汉的呀，如果是武汉的。哪里的都行。我爸说。你爸说什么呀？对，我爸说外地的话条件要好，因为到时候回不去家。我条件好。爸爸明智，这女儿要嫁到外地，对方一定得条件好。谭鑫如果把孩子养大嫁到外面去了，那得过好日子，但是在你们家乡条件一般就行了。对，车房车房全款就可以啊，就是在你们家乡车房。那在外地车房全款那也行吧，就是条件要再好一点。再好一点啊，那月收入得也得得上万，这也不算啥。湖北的小伙很能干，掰掰脑袋跟你说，昨天我一问都是100块钱左右，这都不成问题啊。其实还好吧，这个一般就行啊，一般就行啊。你再说说，一般就行。你再说说你们家乡是哪里的？河北沧州的。今天有没有河北的小伙？沧州的小伙？有。沧州的，沧州的啊。本科，本科。认真一点，乖乖啊，咱们节省时间啊。河北沧州的啊，沧州的。然后武汉的条件要好一点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？没有。就是气质好一点，长得就是长得帅一点的。啊，气质好一点的，长得帅一点的，来。啊，你挑吧。小号。啊。我的妈呀！你越说，刚开始我还觉得他。行吧，因为他的条件很好啊，只能说允许他高调，没有办法啊，孩子们啊。啊，武汉的，你是大学生吗？200啊，你不是大学生吗？你是大学生吗？乖，你是几本？本科。这个本科不行。怎么了？你说的本科吗？为什么他不行啊？是要活泼开朗一点，气质好一点。我的妈，这小伙子还不活泼吗？你是不是跟他是同学呀？不是，我自己来的。那我咋感觉你俩笑着那中间透着那种好像互相了解？天，那我不是他呀。你让他上来了解了解，我告诉你，说不定他就是你这一生的黑马啊。好，穿着黑衣服的嘛，黑马来了嘛，来。长得不帅吗？个子不高吗？皮肤要好一点。妈还不够白吗？皮肤多好，白癜风你要不要？
太白了，不健康，多阳光的孩子呀！来，怎么样？好。哎，这就啊，刚才眼睛也摘掉，很酷的啊，把眼睛摘掉，怎么样？不酷吗？颜值怎么样？还行。怎么不阳光？个子也高，你看多好的孩子呀！啊，还爱运动，不阳光吗？可以，我同意。瞧瞧，这一上来眼睛直勾勾的看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还选不选了？啊，还选不选男孩子了？选不选？你现在跟他牵手，你们俩开始聊来，还得选啊？没事，乖，自信点，乖，站好了，嗯。你是哪个？99年的，年龄多大的？第一个。24岁，怎的了？不合你的标准吗？24、25不就行了？你20，那24岁半，嗯，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。不可以？怎么了？给他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你还要数？对，让他看一下。你自信点，乖啊，听见没有？你妈大，女孩子们流口水了吧？都流口水了，你还在选呢？来，你自己选。哪个你指出来，来。哪个穿啥衣服的？哪个穿这衣服的？是他哈、啊、昨天来过没有问他？啊，没有是吧？来。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上来过没有。那个白白的戴眼镜的穿粉红色衣服的怎么样？红色衣服的那个粉红的戴个眼镜跟你一样啊、不行。怎么了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、不是。你快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了大爷，里面请了。那个小伙很帅，但是你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啊，你不是他喜欢类型。我感觉那小伙子蛮好的，但是我不能跟你们撮合啊，这个权利在你那边也有，看一看那点的。那大叔挤不过来，我何尝不让那大叔来？老汉来了，我也养养眼，真是的啊。来，哪个？宝子们可以点个关注啊，接下来每天咱们现场给大家直播干娘啊，干娘场馆。每天下午4:30开场。穿黑衣服的，戴眼镜不戴？后天咱们继续。哦，这个小伙，来，哦，他挺喜欢那个青春靓丽的啊，白白的，因为他们年龄小，所以说人对人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啊。我都觉得他们太稚嫩了，但是他喜欢我没办法啊。来，上来了，哎，你好。这一笑咋这么多扯的了？你不会30了吧？啊，还选呢？3个了。选6个呗。我的妈，要6个，6大顺。行，你选。我的妈，这么多人举手挑你呢，那能上来30个？我都怕你招架不住，我都招架不住。哪个？镜的啊，我对跟你那身材挺像的，告诉你啊，来乖，不要太胖了啊，不要太胖，这几个都不胖，来乖，从这儿过来，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，宝贝儿？我没办法呀，乖呀，你知道吧？我想让你们带着希望走，所以说上。我基本上都满足他的要求，我就怕他们估了我呀。我给你找6个，找8个，弄3天你给人拉黑了，你说你们嗓子都废了。啊，快点的那个小瘦子，快点，你会飞不？中间让个道来。见识广了，跟世界都接轨了。Hello， 还有
了，乖，你要弄十六个给娘累死了，这仨了，四个还有俩，快快有俩，这天哪，这就叫不认输，人家找六个他必须也得弄整六个，来那个男孩子下来没有，没办法，七点我结束，还有啥说的？不行也得行，得怪了吧，乖啊，真的啊，为爱情冲一把没事的啊。穿鞋183，我可以找矮的啊，我当时可以找矮的啊，
行行行，那那边有个矮的，你等着吧。没事没事啊，行。来，这是你选的啊，介绍一下。你老背着人家干旁边啊啊，来。啊，你好，我是27岁刚满，然后我是武汉本地人，喜欢 rap， 喜欢 keep real 说真话。今天看了王婆，感觉自己玩真大。宝贝儿啊，因为没有 B， 我就来一段 freestyle 啊。Please， 嗨，嗨，又又又，咱们看看啊，来，又又又。希望各位广大男同胞睁眼看世界，不要当胖猫那样的情感智障。当然，在台下，如果你们有看对眼的，可以互相加个微信，把你们的想法尽管释放。2023年田某经济一定会灭亡。2024年我们的纯爱战士情感至上。如果说单身是坐牢，那么希望今天全场的观众刑满释放。好了 peace 啊，这是代表你们这个年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我不多言了啊，我不多言。多大年龄？沉沉气。刚满27岁，但是我的心态很年轻。啊，刚满27，但是心态很年轻。嗯，得哪里的呀？我是武汉本地人。武汉本地人啊，说话蛮不像武汉的啦。因为普通话学得很标准。啊，介绍介绍，来。我来自黄陂，今年26岁。啊，今年26岁。26岁。说呀，你干啥的呀？今年26岁，从事美发，做美发的。美发，在黄陂开美发店。在桥头那边。桥头，我也不知道哪里，你知道桥头哪里的吗？不知道啊啊。武汉市黄陂区，桥口区。啊。你是本科吗？本科。那你举什么手啊？人家不是本科嘞，人家是个剃头的，要什么本科嘛？这是硬性要求本科。对，硬性要求是本科。那人家有权利追求，哎呀，人举手喜欢你不能举手嘛？但是他要求的是本科啊，你们有达标，宝贝儿啊，行，来，那边已经这两个，哎，这样吧，佩佳，佩佳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是不是年龄有点大？那我可以交个朋友啊，交个朋友，可以可以。你能交朋友吗？你能跟他交朋友吗？手机在哪？拿去。嗯，拿。啊，我手机在去拿去。你呢？别走，小志哥。嗯。他去拿手机去了，手机在哪里？快点给他拿过来。尝这个苦果啊，好不好啊？最后还
是你狠呐，乖，你上来加四个，我天哪，你累不累呀？啊，这俩不，你不是要跟人交朋友吗？加了吗？这个呢？啊，这不加了，加油！他不加，不加他会喝那啊？他是哪喝那了？许长安，哪也管。人家在河南许昌当了八年兵，来，你报个号，来，来，你跟他们，你们仨跟他走吧。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带着你的帅哥呀，去吧，啊，带着帅哥走啊。